哇，你告我告诉你，冻到虚焦哎！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北极圈送餐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等订单。总共有三个餐厅，我们来让大家体验一下外面的温度。来，把窗户打开。哇！哇我比较冷吧，我好凉，你别把我吹完，你能不能关起来？好了，有病啊！你看，看这台车它卡住了，快看，大家，它卡住了。真是不乐乎啊！我车这么冷，二狗还出来贴条，真是敬业。那就像送餐一样敬业。就跟你说，这路就特别烂。对啊。哇哦，我们到天堂岗了。我们到啊。都关门。哎，我靠！慢些，我有点痛点。很冷好吗？应该啊，手机掉了，太冷了。嗯，开始送餐。哎喂，您好，超 bus 司机，我在路上，大概还有大概四分钟，就可能会有一点点晚，大概晚个三分钟，就跟您说一下，我快到。不忙，一点都没啥。我完成了，叫什么北极圈吗？对啊。Walmart has delivered。我们的任务完成了。来，北极熊打个招呼吧。